走啊。我现在看到那只比这只大得多嘞。这里啊。 你拍下点发我一放好吧？没问题。要给它立起来，放它自己。不用，它自己长。等它站到那箱上，我们稍微往那边靠一点点。慢点啊，OK。 说这个时候取破叶不是很简单，给我一点光在他脸上，还向我眨了一下眼睛，走呀。 你慢慢的往你这边放，看一下，或者往这边靠，往这边靠，慢慢慢一点，慢点往那边靠，靠，就这么靠过去就行了，对，对。还是给它端出来好。不，我行吗？端出来就端出来啊，就痛快一点端出来。 有没有蚂蚁窝呀？小熊呢？嗯，小熊呢？这比今年渠道要多少？你们到现在一共大概放生了多少只了？我，在我自己手上的话是三只，这是第三只，这是这个月的第二只。您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多吗？会的。 而且持续会越来越多，而且会持续到下个月还会有。一般的高发时间就是在5到7月。他真的要走啦，回去了。不用帮他，他自己完全是可以的。这家伙冲着人会滚下来。 然后他体会好，就是你在那里会最好。